我看到猎人手农场应该比较好守吧，猎人手农场，然后然后贼你一个人守圣坛，然后对，这拼中场啊，这也真拼中场啊，然后米萨你看你要不要找机会偷点或者什么之类的，然后术士你开门后带着这样开，你开那个农场，你有看到那个农场上面有一个斜坡，就是我们市场跟农场，对，你开上下门，对，就尽量打了，这行行，对面都大号的，看。但那里只有打赢才能开。啊？什么？没事。啊，这个怎么遇到他们啊？奇怪，这哎对面都大号，我的天哪！遇到应该是他们没对牌很久。鳕鱼在对面呢。对啊，他就他们那群哦，风无运他们嘛。对啊。霸王的爱。幻劫。人面宝宝。他们应该是 GI 手吧他？GD 们都是大号团的，妈的跑来撞我们了。啊。消息走漏了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他们应该排很久啊。要赚到我们一分都不会交。不会啦，应该会加一啊。加一了，才2000呢。尽量打了，说不定把我们翻了。赢了。我们盯反好正那就是个后面盯，怕过了。我建议你们盯好那个什么，那个毁速跟龙猫机转，毁速跟龙猫机转。然后冷面宝宝只要一偷点，贼影就直接出去了。然后就喊 Colin 回来帮你守下。冲啊！韩车，我跟着你哦。他们的贼手那个贼手废墟，防御圣坛要小心哦。韩车，你要开哪个光环？我开惩戒啊！哎，为什么你是你开惩戒，不是我吗？哼哼哼！冲进去，抢到了！啊，我抢到了，我抢到了！背头，好，看到了，等我一下，我被他晕了，去开那个喽！我操！我痛！没事，我拉得回来。无敌！转那个万劫，转万劫。好，继续惩戒。哦，好东西哦！我还他，他们混沌就要断了。关注光环。他们有人在开启、啊。哎，混沌就要断了。他们打我。惩戒开始哦。好，惩戒开那个，打万劫。我被星云尖叫。哎，他们有人在开启，我断到。我晕他们一个火，我晕花战鬼。哎，要动传播，转一波，飞头。可不可以毁速要定一下？好，飞头保护了。好，毁速可不可以？啊，哇，被开刀了。哎，我们近战没盯哦。我们近战就两个，转回飞头。好，他们在打我。我自补。老死。哇，好痛！没辙。哇，好痛！我被绑脚。能治愈我一下？好吧，中场爆掉。爆了，没关系，集合，再干一波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待会我们集合打一波他们那个什么，打一波废墟看。矿场吗？废墟，矿场。打一波。要不然就是你放那个双潜去偷点啊，去偷废墟，我们去打矿。好啊。如何？可以，可以，我们来，反正就小号团，我们来试看看奇葩策略。好啦，我们也没拼不过人家中场了。那个贼，我觉得你们，我觉得你们直接去打矿吧，你们直接去打矿，我去偷，我跟贼去。对，打矿啊，我们啊，那个圣坛，哎，你们两个补 OK 吗？你们两个，哎，贼跟我去废墟吧。那圣坛不用染霜，先放，直接放，你们先掉就掉了。他们有猎人哦，他那个在绑。哎、欸，你们圣骑跟牧师被拖住是吗？没有，我们刚才在喝水。哦好。我晕。爆裂射击。我来了，龙猫七。啊，太慢了。好，龙猫七打一波，龙猫七打一波，可不可以啊？我们这边拖住。这我等下开哦，你抓住。哎，龙皇龙后面龙皇血少。好。啊，我死了。死了，好快哦！没有毁速，没人盯。毁速有带吗？毁速哦，在这啊，魂灵了。我们还要过去吗？人都倒了。不要！退！好，收到了。开刀，左下头刀。开刀！去下！贼，你回去守圣坛。呃，
我们还有几秒，我们还有十秒，我们先杀掉龙，杀掉龙，左下杀掉。真影先回去，真影先回去。OK OK OK。然后左下帮哦，左下帮哦。圣骑跟牧师，你们两个直接去左下。对对对对对。他们有一个牧师去左下喽。哎，右下要回去，右下要人，右下要人哦。贼去，贼去，贼去，贼去。哦，这一波，这一波。左下要来哦，左下要来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右下去一个吧，右下去。哇，右下他来，好多人哦，好多人，好多人。圣骑快去，圣骑快去。我在走了，我在走了，我在走。我左下可能会死哦。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贼你们几个，贼你要打狙啊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你可以拖一下。他会帮你要控他吗？真影几个？左下要帮哦，三只在打我。真影靠后面几个？真影那边靠几个？一个术士，一个术士，一个术士，我快回来，快回来。好 ，OK， 漂亮。两个，两个，两个，两。开得回来吗？开不回来，开不回来。我要谁杀？好，直接一只而已。哦，强杀，强杀，强杀。我们强杀。他们走了，他们走了，左下，左下要走了。我怎么搞啊？他们中了两个。对，怎么去？他们去右下支援，他们去右下支援。我们现在要打左上。OK， 你们再拖一波。或是直接打把市场打市场。可以。我现在跟谁在拖了？驱散成功。左下要留人吗？他们直接要留，要留。真影走，我们走。好，拖不动。你们要有一个人来拨奈奇哦，不然我没办法顶到。那个小弟先帮忙顶一下。我去吧，你走吧。大短现在去哪？我们这一波我们打市场，然后贼的再来一波，贼的再一波，然后集合，走，我们去市场，快！然后贼的你们再一波，那个废墟先不要理他，带一拿到点，然后一个你再回去废墟就好，走。他们市场的人有点多，没关系，我们市场打假的。这个飞头，来飞头先收掉，来飞头收掉。晕锤，被拉死了。来走往前，我们家市场，我们市场是打假的，走、啊、我们市场打假的，打柴火就好，打柴火就好，打柴火就好。贼的一样再投一波，贼的你就别往上，别往上，废墟飞头，飞头我爆发，飞头是这种，那个贼在弄哦，贼在弄，上满去，上满去，狗煞去帮一下 ，OK， 狗煞去帮一下，我还爆发，飞头三二一，啊，被虚掉了，他妈一头被虚了，被抓到。等一下，你们贼的直接去矿，你们去矿。我晕了，我死。蓝波龙皇，太无敌了，破掉。好，现在人在啊，无敌。啊，不是，飞头。他徽章，哦。好呀。我被晕了，他们要急我。驱散成功。致盲压制徽章之物。飞头镇压，转一波万劫。在哪？万劫可以死哦。是。我愿血，我愿血，打飞头，。我死。治疗术，爆裂射击，绝望导言。静谧之瓶压制结束。进化术。战术击拳击，复仇之怒，打魔力驱散成功。用矿拿的回来吗？来不及了。有人来了，我有敲钟。你们应该是可以偷，可不可以有机会偷废墟？我晕那个鳕鱼，然后打一波废头，三二一。晋升堡垒之矛，驱散成功。那下面应该是龙毛鸡哦，龙毛鸡应该在下面，应该有机会投啊！开保护，打转一波龙皇，我死了！我在打，我控一个波，我控血。治疗术，伪装，全神贯注，转回废头。他跳进去拿那个时钟哦。打魔利刃，全神贯注。好，那个盗贼又回来喽。飞头大爆发，贼火去帮吧，贼火去帮弄。OK， 你他没有喝水，我去端喝水。继续压飞头，敌人死了。好，我再打。我晕了。我晕个波，我晕个风无影，哇，农场掉，被无敌了。没事。哇，那农场几只？一只贼，一只。破胆怒吼，寒冰云拳击，正义之锤，神圣狂治疗术。自由之手，自己没摸啊？你有看到吗？我知道，我也没摸。驱散成功，巫妖之躯驱散成功，鸟德化身，
不浪两补喝水，干搞搞着我在断补喝水。谁在阵容哦？谁在农吗？对，谁在农？我的要不要打一波？你们打一波农，打一波农。控制疗伤，驱散成功。他圣坛只有一只术士手哎。学生们，他们拿五点一定没有办法都守人了。对对，枪压一点。直接开吧，我开。幻身结束。暗影之舞决斗。要不然我们火车啊？来火车来了来。啊！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七秒。剑刃治疗，暗影斗篷。哇！没事。我心技能动，打断成功。我干的冷面伤好久。啊！